各位听友好，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从贸易战、南海到台海问题，中美之间出现了一连串的对峙。昔日美国人希望中国和平演变的论调不在，反而被反制中国的广泛呼声取而代之。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这样的转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刘欣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编辑部第257期陈小平专访转型问题学者程小农博士。美中关系告别天真时代，现在轮到残酷竞争反制中共。该节目完整文字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8期内幕杂志中。刘欣女士你好。你好。刘欣女士，过去两三年间，中美间各方面对峙不断升级，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与过去30年来中美的平缓关系大相径庭，这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呢？1989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主张的是接触论，也就是希望透过将中国引进国际的经济体系来带动中共的政权转型。但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并未走向民主，反而背道而驰。美国如果再向中国出让市场的话，就会养虎为患，对中美的关系开始出现变化。那么中国转型问题专家陈小农博士在接受民进火拍专访时就表示，这是中美战略关系的重新定位。由此看来，目前正在进行磋商的中美贸易战背后似乎藏着一个格局更大的棋局。是，陈小农他分析，特朗普目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为了打破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美国制造业迁移海外走向空心化，给了以出口为主的中国趁虚而入的机会，形成现在美中贸易逆差的恶果，促使美国政府它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来弥补贸易支出。那么为了不让经济崩盘，特朗普他选择发起贸易战，企图来改变经济全球化给美国造成的负面后果。那么有趣的是，作为制度受益者的中国，他坚持希望保持这个单方面对其有利的外贸格局，所以现在北京反而成为了自由贸易主义的主张者，而带中国入门的美国却反过来被批评是孤立主义，这两者角色的转换是令人玩味。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北京表面上的姿态显然也端得非常高，这意味着中国对于打这场贸易战很有信心吗？对此，陈小农他也点出其中的猫腻。中国之所以摆出高姿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专制的政权，政府表面上不能够对外示弱，否则他将会面临到庞大的社会压力，但私底下给一点甜头是可以的。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不如表面那样光鲜亮丽，所以可以说现在的市场都是由房地产泡沫给撑起来的，一旦这个泡沫破了，中国经济就会失去支撑，所以现在北京它宁可在进口方面松口，也千方百计要保住对美国的这个出口。不过虽然基于专制体制的本质，北京它需要树立外敌来让国内的民众舆论有宣泄的出口，挑动民族主义的宣传，让枪口一致向外。不过实际上，中国政府他绝对不会愿意要真正开战，让争议来进一步升级到大规模的对抗，这是北京政府极力想要避免的。既然中国不想打贸易战，那么他们会对美国妥协吗？根据陈小农的观察，目前美国处于主动的状态，而中国则是采取被动的防御性状态。
在一不让步二不认错的基础上采取拖刀计，也就是边走边挡，双方来回试探。那么美国可能会采取惩罚性关税的手段，那中国就会高调的来对抗，台面上高姿态，但私底下他会稍微做出一些让步。那么可以确定的是，中美贸易它将会重复的摩擦妥协，进入这样的循环，持续二三十年之久。事实上，除了贸易战之外，美国也在南海和台海问题另辟战场，这又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先看北京对美国玩的两手战略。陈晓农分析，中国一向是视美国为假想敌，不仅在经济方面占便宜，在军事上也不断的扩大军备。美国发现，如果他只在经贸关系做反应，而在军事层面沉默的话，那么中国他将会缓步进逼美国。回顾历史，当年珍珠港事变前，日本跟美国也有过类似的摩擦。华府深知这种得寸进尺的做法背后是有战略企图的，所以也在军事关系选择直面北京。那么在陈晓农看来，这是美国的一种自保策略。好的，那就谢谢刘欣女士。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